本来康叔来了就觉得诸葛亮大哥非常难请，就是好不容易靠着他有几个作品要给我们提一下，所以就终于请到他。那有一个人是比诸葛亮大哥还要难请，然后我们都请不到。又是黄子佼吗？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我们要做几集跟他的节目？没完没了的，快200集。我们讲的这位人物，他后来在脸书上有谢谢康熙来了，说他很喜欢我们节目，可他不来，是还蛮嚣张的。对，而且他都自称老娘，我以为你不是老娘吗？对啊，我才是老娘吧。而且今天老娘家里来啊，今天胯下卡老了。我想知道他比较老。好，我们欢迎素珠阿姨。素珠阿姨，欢迎阿姨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唔安啦。安尼头一摆来上你的节目，欢喜噶。啊，怎么讲哦？就讲脸书，讲我老娘，我老啊啦。啊，你还个遐少年，是不是？你老了。叔叔阿姨，你坐你个车也悲观啦。好啦，坐坐坐坐啦。我坐坐坐。您是老娘，您是老娘。我老娘，安我都不好听啦。所以礼貌的话，如果我要尊称你地位高，应该说老娘是你。安尼挺好，咒骂的。你无简单的。他那一句老娘该睡十外分钟，康熙话不输贵，你知影没？啊，我吼脸书上去吼，啊，我吼就字吼无读偌济嘛，啊，写两字啊，尔尔。伊就讲哦，啊，这一定是有人甲破的啦，伊无法度人破。好，我看一下真受气，我怎样甲回？伊是蔡康什么了？蔡康永，蔡康永，好对啦，吼，对吧？是蔡康永，对了，对了。老娘自己泼的，不是叫别人帮我泼的。有没有？真有。你有怀疑他吗？有，你怀疑他嘞？有。我老娘刚才是他太先进了，你看他放的这些照片，就是这些照片都是您本人吗？还是你的老？他是台湾人呐、啊，他不是日本人、啊。国人呐、啊，好自己啦。老娘啊，慢叠起来，慢叠起来，这两个比赛叠起来。哇！金牌，正正牌，金牌呀！咱今天来，咱来蛮个得势咯。咱是要宣传咱的电影，哦，咱的大喜临门。今天难得请到素珠阿姨跟诸葛亮大哥两位一起来，是因为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《大喜临门》，然后他们还邀请了一位，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。不过大家对他更熟悉的是在《甄嬛传》当中演果郡王的这位冬雪先生。冬雪你好，欢迎。李冬雪这一次在《大喜临门》演的是。我的女婿，哦，她是她的阿妈，奶奶，阿妈，奶奶，奶。那你们在台，你们在戏中有讲台语吗？哎，就是讲台语才可爱。所以李冬雪也会讲，他听不懂，他听不懂啦。我跟他对戏哦，我都后面哦讲国语给他接啦。我告诉你，阿姨，可是你讲国语，他也听不懂吧？他说他很少跟这个年轻的男主角演对戏，他说找机会摸来摸去。对啊，你哪，你哪个我嘛给他蒙啦。哎，那刚刚在化妆间就已经在停了呢，对。他停完换你停嘛？哎，对嘛？哎，这才要停是。停是摸，是豆腐吗？是豆腐啦。哦，刚在拍照就已经在停了，他先停的。哎，我听说阿姨年轻在秀场是以停人家下面为。就是为主秀吗？对，有这种秀，这样怎么做主秀啊？秀呢？那个叫主秀，偷桃啦，恩赐了，他是猴子偷桃啦，偷桃啦，对，卖公很厉害，所以。阿妹，来，你来试看嘛。阿妹哦，你来。他们呀，无，我无够。我，你安吉那无来无紧。我唔是啦，人我吼，拿那啲。你好问啊！你做伊啊，卖句个安尼啊，形容啊，你甲断落啊，你就有影啦。卖讲什么，侬全部在作秀，要假死人去。我每一次跟他坐在一起，这个脚要在这一边，脚在这一边就坐完了。所以他在这一边，他访问人家麦克风会扎下去。对，他管你是什么。然后真的会打中吗？哎呦，好准！真的好准，好准哦！特别像。哎，像，你别讲像啊！不讲啊！不讲，笑话！把那个啃了吼，啊那个啃了，伊安尼直接出去在外口，就被他敲到痛到跳出去。对，就痛啊！那是真的。啊，无你两个是你两个蹲啊嘛！哎呦！
看你痛的跳出去。你也来等下，给他讨一家。哦。我跳出去，你就一个人主持啊。所以阿姨以前跟朱大哥是在同一个秀场一起表演吗？对对对，我们最久，这个是几十年了。也要穿很露吗？没有嘞，那个年代好像那个年代，他本来胸部就很大。有你来，有吗？今晚我只有看到八度，也很大。对呀，这八度太大了。我你乱讲耶！那电影里的阿妈这个角色，爷老母。演他的妈妈，我的妈妈，第一次演我的妈妈，我以前演我老母，都是他生的啦。对，哦，那是哪一个太太生的，哪一个老公生的不知道。年轻的观众们，拢家己一个，我甲这句话甲他看一个呢，唔捌看第二个。对，他结婚实际的婚姻啊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而且从他是在讲你，我也只有一生，他一生当中只有交一个男的，就被他朝。五路了，五两现在还是一个，对嘛？他这个讲的意思在讲你啊，上一次你那个还有来找你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婚姻只有一段而已啦，男人是不止一个啦。他婚姻也是一段而已。他说出来，男人只有一个。那你这个婚姻一段而已，你是在讲我婚姻好几段？对，四段。今天陪同来的还有大型门的导演跟监制啊，欢迎两位。监制我们认得，常来。文华是监制啊？对啊。是第一次当电影监制吗？第一次啊，对啊。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来当监制啊？对，我都觉得我日子过太好，活得不耐烦。因为你以前跟电影是没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直都做戏剧，我是做音乐舞台剧，所以我做九九年开始都一直在做戏剧音乐的部分。但是因为这次做监制，其实我觉得成就感很多。然后我们这部戏的演员，你看美秀，对，因为金马尔王魔王青花顾啊，我们就帮他嫁出去，真的在我们大喜临门把他嫁出去。所以美秀真的是在演大喜临门的时候遇到她丈夫的。是啊，对啊，是啊。他们之前好像有合作过，可是是在这部电影就真的相爱。来电，对，听说是一开始暧昧时候就被素珠阿姨看出来啊，对，你有看到伊两个脸在叮喵喵喵喵喵，有，等来等去对不？哎，对了，我们两个第一个看到的，你们怎么看的？很闪，我知道了。他们那个动作，我一看就知道，我就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嘞？啊，新闻有写啊。硕士就跟我讲了，哎，迪克，哎，摄影师哦，概念有啦，有怎么看出来？到北京他才讲啊，北京我跟他做那一部我们演戏那一部车，你开的那一部，那么罗斯莱斯，他在还没有拍的时候打了，我恋爱了。哦，讲哦，还是早就知影，咱你歌用就知影。你讲给大哥听，我就知道你要请我了哦。那希望他对你好，我就说，他说人长得怎么样，我知道了，你不必介绍了。我有甲讲，我甲明秀讲哦，你出来话鉴定一下，哎，真是出来话看，我早就知影你的，太有影啦。袂歹啦，阿姨，我是讲上好是会当疼惜伊啦。对对，阿姨，你是从什么物件看错咧？伫个谈恋爱？阿姨，我也欢迎你。你讲好，你讲国语，我讲很听懂。阿姨，麦，他想要跟你亲近，更亲近一点呢，然后训练一下台语。对，下一部戏他也要演讲台语。对了，因为你武功伫个 Facebook。你唔敢老问这么 ，because 因为阿姨有说她不会讲国语，阿姨会讲英文，阿姨有啦，拍摄啦，拍摄啦，我迄天真是有影哦，恁要请我来，我讲哦，老大人哦来这哦不好意思啦，我国语又讲不好，啊你们哦佫听无，查甫听啊有啦，康先生听啊有啦，啊那我小意思佮我听哦，好要讲哦。你卖讲大呢？你讲国语我听。你刚刚到底问什么？从什么地方看出他们在暧昧是不是？因为他说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动作。让彩华教你一遍好。对对对，阿姨，你先来看到伊两个在阿咧迄个咪勾手。咪勾手。眼神啊，眼神不太对啦。对了，眼神啊，该有啦。
你能按那迄落？感谢点评啊！看我怎样感觉的。啊，都边边安尼在咧拍伊，啊，摄影师讲，啊，伊就讲，好啦，我就知啦，普通时间他不会讲说，哎，诸葛亮，你这一段哈，要从这里走，我镜头从这里带，哈，那我要你的什么姿势，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嗯。他会跟他讲啊，对不对？会特别跟美秀讲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跟素珠讲说，素珠阿姨你怎样出来，我怎样带到你，怎么样？对，素珠阿姨随便拍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那么老了，他会讲什么？对不对？他也会，跟我讲啦。我呢，那你买给他讲。而且呢，因为讲啊，彩花姐，你过来一点，不要站在那里。口气有时候会比较那个，没那么温柔，没那么温柔。小 S 试图用台语访问素珠，听得一头雾水。人生是没人。介绍讲一讲，没有啦，讲一讲啊，那带气就带走了。阿光没有上次先上车后补票哟。对，结婚真的，要不真的是灯关掉就直接来吗？对吗？韩国风的。你爱讲什么爱情？看浪打扛的就多好些。好，就这样，再慢慢培养那感情。东雪，你在拍片现场的时候，其他演员如果在讲台湾话，会不会你他们笑成一团，你会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？不会啊，朱大哥就很照顾我，只要我在场的时候，他就会讲国语。虽然我知道他讲国语讲的会比较的吃力啊，比较吃力，但他都会照顾我。他讲的国语，你真的100%听得懂吗？70%-80%了，70%-80%。听说东雪，你到拍片现场的时候，导演跟制片就拉你去玩牌吗？不是，没有啦，应该是没有吗？那一场戏吧，啊，是一场戏啊，不然我们的他的酬劳谁付给他？这不是为了要拉进去陪他玩牌，应该是我们有一场戏是朱大哥看到这个未来女婿来，马上要下马威，所以晚上吃饭呢就要划酒拳。哦，对，那朱大哥就一路赢嘛，赢的喝酒，输的要被打，所以东学一路被打巴掌。被那一场戏打多了30几个巴掌了吧？然后力道都是真的吗？对，这当然是真的啦。真打啊！最后一次我输他，我输他，他要打我啊！嘿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赢了，赢完不跟阿妈滚，就白打了。我那个好标准哦，声音都不要做效果。对啊，而且那场戏拍完没有办法联系，因为脸都肿跟猪头一样的。我以为是猪，真的耶！我以为是朱大哥被打耳光，哎，被他打呗。朱大哥有被打，你也被打。他戏中是女戏不敢打我了，但是我是吃定他，我要个傲了对，你好。但是我就讲说，安尼好啦，你今仔来拍一滚来呀，我你再当门刀滚啦，安尼啊。啊，那无你困低调啦，哦，最后疫情就赢我了，啊那个，赶紧拿骂滚，哎呀，好像素珠阿姨打诸葛亮大哥是真打，对不对？就当真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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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被他打过了。我很想看他打你耶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那个头发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被他打，你决定要掀开了。他是有一场戏是阿姨莫名其妙打朱大哥吗？整个戏里面啊，没有人敢打朱大哥。那阿姨跟朱大哥默契非常好，他们以前在秀场就以前在秀场就打过吗？对，也有啦。可是我们弄自然的啦，演戏也没有叫导演没有叫我们揍，没有叫你打他，没叫我们揍了。阿姨都现在讲什么我听不懂。好，我讲大话，安尼会使。你要直接讲到。等你若无叫我讲，爱甲拍啦，啊拢无啦，啊就照安尼伫咧做伊啊。你是安怎啊？我奇怪。哎呦，左右吹，哎呦，助人都打下去。真的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坐在旁边啊，那个阿姨对我们，我啦，她也就去马来呢，她都对女生也会去啦。对，她我不会去打她啦，她不会打我啦。有一场。他没有看到我手都抓紧，抓到那个颜色两个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要等下弄完还要截肢哦。
对嘛？阿姨刚刚完全没看你，她直接一打就打到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常常在拍戏的时候，突然间她看到我，我阿姨好了哈，你好的秋罗基。哎呦，既有爱杰南宁，你够不？不是讲我又搞了，又搞了，我足搞啊！我已经吃一下，一个都好啊。爱一个，敢那看到一个，安尼敢袂 ？OK。他很可爱。我那个女，我为什么要抓着他的手脚？我那个女儿就跟他在恋爱，那回到台湾，告诉我，哦，说他跟他在恋爱，那我就不喜欢啦，有没有？他说好啦，孙女，你喜欢你就去找你的爱情。他说我最可怜呢，我都没有谈过恋爱。就是没人讲一讲，晚上电灯一关掉，我就被他怎么样，这样就完了。地块内都没有情调。好啊，真的是这里。他来讲，有一场戏他来讲，好可爱啊。所以苏帅讲的是真的心声吧？他真的应该是哈，是我的心声吧？真的真的，是你的心声。哎，那咱俩去回那一站，现在先生是没人介绍讲一讲，没有啦，讲一讲，他都带气就带走了。不是谈恋爱的，谈那个时候就对看而已啦，那怎么可以谈恋爱？一个团啦，看在你个团。丢啦，我等下啦。阿官没有上车，先上车后补票哟。对啊，结完之后，要不哥真的是灯关掉就直接来吗？对嘛？啊，我跟我。有没有放一点音乐啊？是讲点起来啦，啊是讲先开杠，对啊，应该要先聊天。那你有没有讲了吗？我讲两句啊，你叫什么名？忙打扛落去就好势啊。那有啥无啊？说那个事情之后吗？对，醉国聊傲，醉国聊傲，这个我也听不懂。醉国聊傲。醉过了，做过之后啊，做了啦，做了，哎，做过了，在慢慢培养啊感情。听起来又好像粤语哦，慢慢培养感情，慢慢就不用感情了。小意思，你光带一块蛤蟆冠军就没等你。你讲国语我也听得很难受啊！对啦对啦对啦，你还是讲丢啦丢嘛，讲慢慢的不用啊，你啦丢啦，跪拜，你给你跪拜，哎呦喂啊！你的意思是讲头几来，头几来，头几来，头几个洞完，洞房花烛夜，因为后来喝醉了，门拜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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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订婚宴，订婚宴，但是结婚那个他们那里还要穿古装的，哦，很麻烦呢，非常麻烦，但是非常好看。现在也没有常常穿古装的了吧？北京还有，还有吗？北京还有，前段时间我有朋友结婚还是按比较传统的那个，你说真的长袍马褂那种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已经哦做得很棒，也是一种形式吧，一种流行，因为现在西式比较多嘛，但中式还有，白天办。对，比较多是吗？对对对，晚上应该算是二婚了吧？晚上，如果晚上就是第二次结婚吗？对对对，在北方是这样。在如果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去北京参加婚礼是晚上，那是第二次结婚吗？心里有数，大部分还是。我觉得你还要问一下那个。哦，那你要讲我结，我结婚三四次，那你要办在凌晨半夜。十二点，你好像应该是半夜四点。应该是早上。晚上宵夜，十二点过后，朱大哥，你还记得你以前的婚礼是什么样子吗？你问哪一次吗？忘记了，最近一次的啦，最近一次，对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，我太太年纪比较小，那我要当然要给我的岳母啊，哦，给他们的娘家，整个要有一个交代，是对不对啊？所以有办很大，是不是？很大很大，
所以每一次非常大，你的每一次婚礼都比前一次盛大。我结婚赚差不多2000万。嗯，办在哪里啊？包来，人家知道我不好嘛。哦，可能要收现金嘛。哦，但是有很多都包大包的，以前我包给人家也是大包的，人家都回我。回了好几倍这样，所以是第一次赚快2000万啊！那2000万，我欠人家的钱都在旁边等要带回去，我太太都看到。所以你婚礼现场有点钞机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用手算的。没有用手算。汤圆小 S 作为主持十多年，诸葛亮直呼厚脸皮。你们已经坐在这里十多年了，好多的闽南语的人的演员来，现在还没有办起。你知道他们俩，他做两个人做这样已经做十多年了。我们想坐在那里，这个节目做了十多年了，蛮红的不得了，是大奖。对啊，脸皮真厚，还没有想要走。真是很好哎，你脸皮才厚吧？出国深造那么久还回来？还有，我记得你明明。婚礼是100桌，哎，对，在十几年前，对，那时候是，不是在那个庙的，一类庙的广场，还有广场庙的啊。那时候都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演有台一个叫《来北盖萨三姨》，米林哎，大就是比较知道这样子。然后我公公就立定嘛，然后就很开心啊，然后就说啊，我们新不是米林哎这样子。然后本来是夫妻要来，结果。鬼靠早拢吵吵来，结果就憋到啊！本来大概80桌，结果后来就大概100多桌，哇！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那个广场已经摆不下桌子了，然后就只好选择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定在，离大概300多公尺的一间餐厅这样子，就定在那里了。大概临时增加了一个餐厅，临时定的，对，20几桌就去那边，那边吃。那边的人是看不到你们呢？对，看不到我就我在坐车去跑去那边敬酒。哦。但是又来了一些不认识的人，那这些不认识的人就也上台，然后也跟我们拍照，到最后都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是来凑热闹的。对啦，人来给你欢喜啦。对啊。人就讲啊，王彩华，这个演员我真介意哦。真好耍，阿妹来甲你吃一顿啊！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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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拢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真好耍也是常讲的话，就是这个人很有趣，趣味很好玩，这样可爱。真好耍跟真趣味是一样的意思。你们已经坐在这里十多年了，好多的闽南语的人的演员来，现在还没有办起。李东杰，你知道他们两，他做两个人做这样已经做十多年。从来没有站起来过，你坐在那边不动，对，坐十多年，偶尔也会唱歌，我很少看完也会回家，很少看他们站起来，我以为是阿杰那里。我们下坐在那里，这个节目做了十多年了，蛮红的不得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对啊，脸皮真厚，还没有想要走呢，真是很好。你脸皮才厚吧？出国深造那么久还回来？还有我是不得已的，让你们多赚了十多年，我最近才在说呢，对不对？不得已情形之下呢，都是安尼。对呀，可怜。我以前呢，假如还没有出国深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被我中，被我赢很多钱，我就不做了。你想到的了。对，安排我。你有跟东学介绍过你的这个人生故事吗？有讲啦，人家都跟他讲啦，啊，他都跟我讲的，一直问说读什么读什么。我说你也不会读，你读什么？你假如来读啊，你白做的。他上次说他女儿也会爆牌啊。这个是真的，就是在嘉义啊，就是这个女人。对不对？就跟我一直要做完了啦，从歌厅啊要出来要回饭店啊，结果有一个。阿伯啊，骑摩托车倒着，他就气要把他牵起来。我说不要牵，阿伯啊，倒下去不要牵，对不对？要让他提出勇气，自己爬起来。提出勇气是啦。那个，我告诉你哈，为什么？这个闽南语有一个礼俗，就是说你把他牵起来，你那个，你那个会说。你会折你的折寿给他，就是会这样。那让他起来，他就
会好啊。可是万一真的腿断了站不起来怎么办？那万一拿弄掉死掉了那怎么办？人家会以为是我们，我所以万一我们看到素珠阿姨跌倒，也不要扶她起来吗？不要，素珠阿姨，你要让她自己爬起来。我自己跌倒，有观众哦，来要给我看起来，我唔免。那我自己，我自己爬，这样就 OK。安尼安尼，用这样自己安尼坐起来。啊，结果我看她倒下去了，我就看到那个车牌，这个女人就是说，对。何贝，安诺，哎，好像是1562了，还记得？62，这搞不好中很多哦。就去给他请，我就去给他从156了，啊，562了，我就签这两只的特委了，就这样，结果他是265了，倒反了，哎，气死了。这个女人当时在旁边没有提醒她要倒过来。好，因为我也不会算这个啊，我只是说，哎，我掐白猴嘛，可以看一下。所以素珠阿姨有一起玩吗？没有哎。别讲嘛，别一定要讲这个，你讲这个哦，就她老公就生气。你告诉我，有一天偷偷玩呢？有一天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很多钱呢。啊，素珠哦就在那里哦。阿娘啊，你哪一路无嘛报我嘞？卖给我老大人，我要做事啊！啊，迄条签了就几万块尔，安尼就会当钓偌济啊？安尼真好啊！你啊报，我好啦，无后后期我再报。结果下一次就报他，结果一签下去都没有中，我告诉你不敢回家。啊，你不要讲，他就不知道啊！你没有钱，你哪会去？你为什么你叫做死哦？阿姨是把秀场的薪水直接拿去签哦。嗯，没啦，我就叫老板了，先借他了，下一档的先借他，给他方便。以后我在写牌，他就过来，他看到我在写牌，卖我快。他一直无钓呢，无啦，伊家己嘛有钓，有钓，因为半夜做。我签大，对，他要的只有一个号码，两个号码，我是用包的，我是用包的，所以你有赢，他没有赢。哦，我有中啊，我中赢一点点而已啊，他完全都没中嘛，当然是白做的。有钱的你啊，连这你啊，你讲啊，那搬去拜年呢，也不是搬去哪拜啊？你，我刚刚搬去拜，我就惊死啊！秀场赚的钱要全部交给你先生了？没有啦，他在管吗？帮忙管？他管里面嘛，我跑外面嘛，嗯，对不？阿姨，你是就家里安心？啊，这托人仔哎，那如果问，一见阿该放散啦，不是放散啦，你怕被他抛弃哦？不是。大家阿阿婆互相啦，尊重来尊重去啦，不是讲我惊伊啦。是啊，你不要再乱问什么，你惊阿对不？什么不可以这样问？要怎么问？对呀，你讲啊，真的你老公那么凶吗？你要这样问才对。有差吗？有差吗？咁就对，无差矮啦。我有那在家里有那介款老公哦，两个，我来买烧蛋。啊，唔过。妈妈的都好啊啦，啊出来啊都好啊，啊都袂过问题。人家现在他先生用安那个安那个照顾啊，没有啦，他老公不错，真的很好。那你跟他吵，你跟他吵架的时候，后来要谁先道歉呢？那我们没有都道歉。他老公吵架都不要道歉了，他就先去洗手就对了。你干嘛呀？陈玉轩哭了，谁哭？我阿阿婆结婚六十多年哦，那唔捌洗身躯，唔是讲唔捌，六十多年夫妻哦，无斗阵洗身躯哦，无上过五摆，没关系啦。男生在吼，男生在啊，咱在洗身躯哦，哎呦，啊只洗，哎呀好，哎呀哟，啊啊，噗噗噗。哇塞，你也噗噗噗，我哪拢没？哎呦，你搞笑哎。你家一抱也是伊家己抱。伊先生讲我唔敢看。你还有一天去小医生，到底他洗一摆我？洗未啦，我
我写给伊看，你写我看啦，对啦，你教我啦，你教我啦，你教我，我教你安怎甲翁洗身躯是？嘿，我不要甲洗。你有帮你先生洗澡？泡澡会一起泡啦。会算说没有超过五次这种事吗？因为我们次数已经多到你就觉得很正常啊。所以阿姨就是说她不习惯这件事。哎，我们是来宣传，为什么讲到洗澡？是你自己讲说他们一吵架就去洗澡的。没有，我就简单一句给你讲嘛，洗完出来就结束了吧，大家就没话了嘛，哈。我拢给你失败一样的话，破坏形象。我别看破坏我的形象啊！我只有讲洗澡而已，你还起来表演怎样？很帅呀！破还有破，吓死人！你不要带气球进去，还有破。诸葛亮讲解台湾民俗，小S的师徒想学习。你刚刚说台湾人的习俗真的是老人跌倒不要扶吗？对，不用公款。这怎么样？这个是要有很多理由可以啊，让他自己起来。哦，不要去折他的岁数。嗯，所以我打给他刮刮豆，我就别刮就好。不是，绝对啦！一天一天，哎呀，真是的。现在秀场如果。朱大哥开玩笑的话，苏朱阿姨根本不怕他。对啊，哦，他会怕，他跟我非常好，哦，也是我的恩人，因为他弟弟以前在我们剧团，我演男主角，他弟弟就是演现在我这个丑角，嗯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他已经在这个艺界啊，在电视界啊，电影界已经红了，他要带弟弟回来，他就把那个弟弟带回去。那这个角色就没有人演，那个老板在商量说，我来演那个角色，嗯，再另外请一个男主角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演下去。哦，这是真的，所以我对他很好。我五年前我复出的时候，我这个把心声讲给他听一下，我就叫制作单位无论如何要叫那个素珠来。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这个礼拜叫不来，下个礼拜叫不来。三个礼拜了，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讲说，奇怪，我是做人失败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素珠跟我最好的人，为什么叫不来？我想来想去，好打个电话给他，我就骂他了，素珠你是看不起我是吧？我付出你为什么不来？他才跟我讲，我已经没有办法走路，我坐轮椅了，就这样。他坐轮椅了，那个佣人哈，那个佣啊，在推了，这样啊。然后我再抱他去打针，抱我这个脚啊，会走路也是那个医生打针的，你去，你我交代你去找他，是不是？结果好了，你看这个人来，好了来踢我了。真的真的，对不对？头一次，头一次打针打了可以踢你，不会啊？你看，但是我很高兴啊。就是这样，所以电影我叫他进来拍，什么我都叫他进来做。所以本来那一阵子就不能演戏，现在就没有办法洗澡，就干洗了。没有啦，我以前哦是走路不方便，啊这摆去住下了哦，另外我站得也站得很稳啦。很栽啦，很稳，是哪一国的？就栽，就栽啊，栽也是就栽啦。就稳。哦，阿伯，你叫我哭了吼，我都唔敢哭了。嗯，要记台词吗？他跟我一样背不起来，背不起来。没有，连续剧我不敢呐。连续剧我不敢接啦，因为年龄大，他的记忆力不好不够嘛。没啦，我他的戏哈，我就跟导演就商量。我这边普通人，给他自然的，啊，给他自己发出来，意思就是这样，他就做得很好啊。其实你不看我写给恁那字哦，跟恁制作单位我写给恁的哦，拢买几句啊，娘娘，我无读书嘛。我六年毕业嘛，就走出来团的啊，那我不是剧团呐，那个时候是歌舞团，歌舞剧团，歌舞剧团，剧团，不一
样，歌舞团跟剧团不一样。对，歌舞是跳舞，剧团就是演戏，演戏也有歌带舞啊。我们那个是台湾是歌舞啦，歌舞开始是歌舞，后面加剧，剧啊，你们。阿姨，你以前跳舞是哪一种风格啊？对呀，什么舞蹈？都是五六个斗阵跳，啊，无两个跳安尼。所以你先生不是因为看到你在歌舞剧团的表演才跟你？他是和我甲骂甲熟识，被你骂到认识。你为什么要骂他？怕过的嘛。哦，怕过的。和他打鼓，同一个剧团的鼓手嘛。我是伫咧排舞吼，一路跟着我咧排的啦。啊，我排咧吼，第三下在排咧，我爱拄好伊去。用破嘛，爱好用顺破，啊！伊若无伫遐，我就干嘛？甲三字经都甲错落去，干嘛去？他刚刚嘴型很明显，一直要讲出来。啊，我一直要讲出来的，哎，这才是讲出来。哦，那你就以前就跟你老公是先骂他，骂到最后，他就决定要报仇，对不对？你搞什么？我就。你跟我吵，啊！那时间搞到爱突破，突一落一落一落，时间就可以嘛。啊！伊即摆来家己创创咧吼，啊！有当时啊，那你脑袋啦，那你脑袋你会叫？观众已经进来差不多一半了，但是你要先脑袋，脑袋给他知道我们在准备了，音乐就来。但是目关起来，他们就在里面在跳跳舞，哦，练习，在跳舞，排练，啊嘿。啊，阮老公若看我甲查甫人吼，拢目也有无有看到卡嘛，看到查甫人的诶吼，就听讲迄个是阮某在阿门跳，啊，就食醋，过讲大声，吓啦，啊，你甲我讲个安尼，啊，我都讲会奇怪咧，啊是，刚刚未说，哎，你咪敢停个啊？哎，他吃醋你就生气，你就骂他哦。他很爱吃，这嘛是跟他差不多是安尼一款啦。所以你们还是我唔知，我一直都唔知讲伊咧爱我，我唔知啊。他现在讲的故事，你完全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你有教伊台湾话不？你有教他台湾话吗？我这句话讲得很清楚。习惯了翻。对，习惯了。重音不对。你有教伊台湾话不？你有教伊台湾话不？你有介意讲台湾话，你有介意讲台湾话。那如果说你有没有喜欢他，你有没有介意他？你有介意不？伊不？啊，不是一样吗？哎，你有介，你有喜欢他吗？你有介意讲台湾话不？哦，啊，这个。你有介意不？你有介意伊无？你有介意伊无？系嘛？你有喜欢他吗？啊！你有介意讲台湾话？你有介意讲台湾话吗？你有介意？阿姨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有介意讲台湾话不？对啦，这是安南台语，有无？你别难学台语。啊！你今麦是对，敌对，啊！遐是对，有啊，有对，都一样嘛。而且你在哪？你要去哪？对呀，你现在是在哪？你在？你今麦是对，你去对。在阮家，在阮厝，有无就不一样啦。阮家跟阮厝无同，一样。啊，阮家遐就阮家的人咧讲啊，啊，阮厝一种人咧讲阮厝啊，对不？他起码是咧讲啥会？对对对。你看他规间厝，甲规厝间是无同款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规间厝是整栋房子啊。哎，规间厝。所以讲到这里啊。唱这个台语歌要像江蕙这样唱是太难了。为什么他唱到现在？要不要跟他要门票？对对对，啊，你有江蕙票不？你有票不？没嘞，没嘞，伊都无好花嘞。连你拿票？无花嘞，无。哎，无。啊，你都摕到票不？我马龙买，起码拢买无嘛。如果伊和江蕙有票，伊会晓和你无？哦，这我来听我表姐。你刚才叫恁翁，你也叫我来了。哦，人伊翁也免讲台话啊，嘛免讲台话。啊，因就讲国语啊。是讲伊若叫我啦。要唔过我打工打 A， 是讲台湾话呢。打官打鸡哦。打鸡加打官，讲台湾话。
啊，你大哥大哥有听有？但是你这种台湾话哦，当着朱大哥你袂吓啦，一定哦叫你卖讲。你若甲恁大哥大哥讲台湾讲这型的，恁大哥也去困啦。安尼，恁大哥唔表较济岁？八十。恁大哥钱嘛，啊恁大哥钱嘛唔黑啊。钱嘛，钱嘛，钱嘛，啊恁大哥就红钱。哪有八十？对啦，七十外岁啦。哦，七十几岁呢咧，安尼听有啦。差不多。安尼听有啦。听有啦。啊，伊都台湾国语安尼吼，跟我同款的就听有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可是阿姨，你们刚刚说台湾人的习俗真的是老人跌倒不要扶吗？对。我集中公款了。这怎么样？这个是要有很多理由可以啊，让他自己起来。哦，不要去折他的岁数。嗯。让他起来，哦。啊，他假如是躺的，我们就看，注意，车子不要再给他撞过，嗯，再给他压过，我们给他注意这样。但是老人，你只能让他自己起来，嗯，哦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大家大官拔刀，我就跌垮就好。OK。哎，不是安尼啦，你起来。我无要甲你跪，无要甲你砍呐，无要甲你砍。唔是，你爱甲讲咧，恁大家大官若跋倒，你讲妈不要紧无，一个背起来，一背起来，你决定要，你要决定要有一个心呐，妈你不要紧无。哎，阿姨，我爱给你倒砍，我爱给你砍面面，就咱面面，面面面，我给你背起来，我给你背起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来背起来。后尾啊，因大家甲大官啦跋倒嘛，伊会讲诸葛亮叫我莫给你砍。你就回家就是干嘛的啦？阿姨说你要背自己起来。阿姨说你要去问，如果你婆婆说扶我一下，你就要去扶，你不能不看情况。对，如果他说不用就不用，他就自己站起来。如果他说不用，你就看一下车牌几号。万一是家里的。一五六二。好，大喜临门的电影内容讲的是不一样的背景的两个家庭联姻的故事哈，我们现在陪大家一起看预告片。嫁给了红，我不没有你给啊！你刚教我女儿对不对？啊？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要经过我这一关。画九魂，今天你只要有办法赢我一魂，你就睡在这里，都是不不，你来的，是为想回天，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那个没有，那个倒有布，有来，哎，我个兄弟在买，他无去，他妈要滚。哦，有血啊！有血！我的腰死我！我问抽筋有血啊！很好笑，很特殊，因为这个要谢谢我们的导演，我们黄导演呢，他就心胸很宽，哈，尽量让演员大家去发挥。他给了这一场够贵的戏，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够。所以在这个之前就加了刚刚我们看到吃饭、喝酒、打巴掌，嗯，对，就是这样相辅相成。其实这部电影就是有这些戏精啊，还有这些专业的演员加分非常多，嗯，跟以往看到的诸葛亮的贺岁片完全不同。对对对，这个看完你会带全家去看。是，我给你保证。对对对。啊，今天除了跟大家介绍《大喜临门》电影之外呢，也介绍素珠阿姨的脸书哈 ，Facebook。他的名字是吴素珠，哎，对对，所以你谢吴素珠，你喜欢网友加你朋友吗？啊，他们加你朋友可以吗？网友可以啊，我现在可以啦，现在已经进不去了啦，进不加不进去了，满了是不是？那你有粉丝团吗？没有，
粉丝页。哦，怎么？我跟他接的脸。所以现在只能追踪他，不能加朋友。订阅吗？追踪。对，上面有很多有趣的那个他自己发的照片，还有自称老娘的那个内容，而且很爱 Hello Kitty。然后冬雪下次来我们再多聊点，因为素珠阿姨是传奇人物，所以今天就比较多跟她聊天，太难得了哈。阿姨，谢谢你今天来玩哦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